对不起，因为店长的车没油了。雅叔，你这丫头都不知道你跟男人到底跑去哪里做什么。亲爱的，这个样子好像我哥哦。以前我外宿没回家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亲爱的好像马铃薯啊，挖也挖不完，不断有内幕啊。你竟然离婚了。安女士，我们两个见个面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小媳妇女王